衣服湿了。干嘛呢你？衣服湿了。我你干嘛？你们的梦想属于这个时代的梦想和榜样，所以再次把你们的掌声和现象送给我们这一代人。和更多的汗水，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不适。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拍那个拍摄，一个保安就保护我们，就寸步不离，就是每次，而且每次怎么走呢？就比如说旁边本来就这样搂着的，或者就是比如说那个手啊，他就这样绕着带着他，而且感觉就像在草原上奔跑的那种感觉。走特别快，而且然后再回头跟你说，跟上。上次还有一个保安，他和我十指合十，然后一起走，他特别逗，在街上的时候。想起去年我还能进去，今年可能就不行了。你今天进得去吗？试试看。今年不行。去年还可以，不，去年还可以，今年不行了。走，这腿变长了吗？出不来。我进得去了，我可以进去。我是想脱离世俗的烦恼。我要在里面练歌了。我要出去。真的吗？这虽然里面很舒服，但是太闷了，这里面。我就坐这里好。实在躺了。